大家就很爱见面的，来今天各位来宾。帮咱会当真侪阮熟龄的朋友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，通荣耀你的姓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不怕坏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你不怕坏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将家己的身躯为着疼别人，自愿下化，舍己为别人。这个是咱请牧师谈谈，来小组来参加来。邀请伊那是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洗礼的人，三甲有份伫今仔日的圣餐。耶稣讲，伊若劳苦过重担的人，通来就问我，我要给恁得着安息。咱希望一楼、二楼遐的来当来咱斗阵，起来认定修行餐。听到了后，我们等一
等一下来一起来享用主的圣体。这是一块面包，面包你吃了身体得健壮，面包维持人的生命。耶稣说他就像是我的身体，带着信来领受我的话，要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神的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圣餐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罪人的邀请，用敬畏感恩的心来领受他的爱，他的生命会充满你们。他爱你，你不孤单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了。你们当这样行，或者是纪念我。”了他的圣餐这个话语之后，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也能够这样子对别人说：我已经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，我也愿意成为一个关心别人、为别人舍命的人。所以拿去吃吧，我有的也是你的。受吧，因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勇于领受别人的服务，那是极美无比的。让爱回流，让爱能够出去又回来，每一个人成为领受者，也在基督的激励下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个给予者。圣经又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奉主的名感恩说：我欢喜领受你的疼和关心。在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欢喜成为一个愿意与人分享跟给予的人。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他对我们的爱。我们一起来，饼之后，耶稣也拿起杯，他这样说：这杯就是新约，用我的血所立的盟约，你们当这样写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耶稣说：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以外杯所设立的，你们大概就听安尼来纪念我，将咱的属奉分。这是葡萄汁，象征意义是耶稣的宝血。所以当你领受到的时候，请你以用祷告感谢耶稣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。他洗净了，让我重新来过。旧的生命他是为让他死去，一个新的生命油然而生。当你领受到之后，请等着大家一起来。
邀请所有在主的名下受洗的基督徒，我们一起来。还没有受洗的，也邀请你。当然，受洗不是得救的唯一的凭据。受洗之后，还要用生命好的行为来证明你所信跟你所行的是一致的。耶稣说：“结出好果子。”我们的人生真的很有限，但是放心去做对的事情。不断在催促我们，不要活在人的规矩之下，要活在上帝的旨意下。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跟爱远超过人世间的规矩。高尚到这个世界不能用任何的传统法条来束缚我们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超越了。耶稣说：“这个杯就是新约，用我的血设立的。你当你们喝的时候，就。”这样写无愧的圣经。我们吃他的身躯，饮他的圣洁灵，就听咱所流的血，已经表明咱甲主耶稣同一个体，同一个性命。今日咱就是这款的福分，所以咱已经进入上帝家，成做伊的子，无点恩典。你在要人对不对？我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爱，予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，搁予阮明白你真正欢喜阮、疼惜阮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圣族奥秘身体的一部分，是门恩的子民，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我们有一天要领受天国，与你同在。神啊，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从今直到你的国降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